华职棒的乐天女孩始终是场上最美焦点，甜美又性感的舞蹈与应援方式吸引大批粉丝目光，人气水涨船高。近日随着南韩正妹李多惠的加盟，也让乐天女孩再次成为话题。究竟谁才是第一女神，见仁见智。而成员之一的 Yuri 陈怡瑞近期一篇贴文也获得大批粉丝夸赞，是乐天最强。经常在 IG 更新美图的她已累积超过44万粉丝追踪。近日她晒出一段全身黑色系服饰，身穿运动内衣、短裙热舞的影片，风格兼具性感与甜美两特色，可说是十分吸睛。回顾近日比赛， Yuri 在 IG 分享心得，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光啊，这么多闪闪发亮的光照耀舞台，球场变得亮晶晶，粉丝们也涌入留言夸赞，每天都好可爱，你就是我们的光，完全不输李多惠。另外也有多名粉丝认为 Yuri 的颜值堪称乐天女孩最强，只有你有资格说乐天最正。